跟我聊聊你吧。离婚以后，你总是昏昏沉沉的，似睡非睡，熬到天亮。你很难做到真正放下过去。你为什么还没有感觉到轻松和自由呢？我觉得他找到我了。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婚姻就像盖一座房子，有的人却盖成了牢笼，千疮百孔，让人窒息。你看到的穆文哲只是一个假象，在那群女婿背后还有另外一张脸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受害者的沉默就是对施暴者的纵容。我们会不会是在以卵击石？我们面对的凶手，他聪明谨慎，而且比我们有更多的运气。他也是我恐惧的开始。我要亲自结束这个噩梦。